你知道吧？语言少了，思想就出来了。你不是医生，但是你做的事情比医生还重要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开学了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。我今天是百忙之中跑到这里来的，你肯定觉得奇怪，现在怎么还有百忙之中跑过来的人呢？大家都闲得发慌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是那个忙得了不得了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医生，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样子，你越怕他越要来。2013年这个病的消失，最后的控制跟医生没有关系，医生只是把生病的病人给治好了，真正的这个疾病的控制靠什么？2013年的 H1009 的禽流感来自于家禽，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全中国把这些禽类的交易市场全部给关掉了。那禽类市场一关掉以后，这个病毒就不出来了，就治好了。大家只要闷两个星期，少说话，你知道吧？语言少了，思想就出来了。所以闷两个星期对广大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哦。你不是医生，但是你做的事情比医生还重要。一个疾病的控制从来不是因为医生把它给控制住，而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预防的策略。